知秋啊，这些点子是李腾飞想出来的吧？您老真是明察秋毫，洞烛先机。嗯，没错，之前的思路确实是李腾飞提出来的，不过我做了很多的改良，那些个挣钱的主意全是我自己的原创。这就对了，知秋啊。 论规划，论策略，论那些大的方向，你可能不如李腾飞，但是论赚钱盈利，三个李腾飞也不是你的对手啊！我没说错吧？谢谢石老夸奖。之前我用李腾飞，就是用他的大局观和执行力，帮着公司把基础打好。如今公司步入了正轨，接下来就轮到你发挥的时候了。 陈老，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知秋，我听说你上台之后大搞人事变动，虽然弄得鸡飞狗跳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出过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洗耳恭听。世人只知道痛斥兔死狗烹的薄情，可谁也不去关心。 没有了兔子之后，猎人要用自己的口粮去喂狗的艰辛和疲累。你这样敲打他们，让他们自己辞职，的确是帮了公司的大忙啊。陈老，您说的太对了，那些个人一个个活干的不怎么样，要的钱是最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一个个拽得跟258万似的。他也不想想，凭什么自己拿那么多的钱？ 一听说考核降薪调岗，就翻脸，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司待他们不公，要集体辞职，我就偏不吃他们这一套。这帮人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贱骨头，谁给的钱多跟谁干。当初于鹏越倒是对他们公平，可后来呢，还不是为了几个钱就跳到咱们公司来？所以不要把他们当人看，该开就开，该降就降。总之一句话。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尽快的重新搭建班底。是，陈老。陈老，那李腾飞能有什么打算？你不都替我打算了吗？ 陈老，您别吓我，我叶知秋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替您做主。我听说有人特意和圈里的猎头打了招呼，不让他们接李腾飞的单。真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是，是我打的招呼，我那也是想替您留住人才。是吗？ 那好啊，不过要想把他留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给的。知秋啊，我还是那句话，做人不要做得太绝。是陈老，我明白了，我听您的。既然您发话了，回去我就恢复李腾飞副总经理的职位。 您看行吗？嗯。以这段时间李腾飞的表现来看，咱们很可能上了于鹏越的当。上当？上什么当？他让咱们误以为李腾飞跟他是一伙的，以此来引诱我们对付李腾飞。好一招离间计啊！陈老，我觉得您会不会想多了？ 李腾飞和于鹏越肯定是事先商量好的。李腾飞现在不过是做个样子来迷惑你。说不定他们两个还在算计，再坑你一次呢。唉，你说的也有道理。只要他和于鹏越走得太近，对我们始终是一个威胁。这个李腾飞，既要用。 也要防。
既要用也要防。哎，陈老，我这个脑子，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有什么难的？于凤月不是喜欢用离间计吗？好啊，那咱们就原样返还。有些事情你就算在李腾飞头上好了。高，实在是高。陈老，请进。丁总好。于总，于总，快请进，请进。怎么样？最近的员工工作状态如何？好的不得了，不少人都主动要求加班呢。我们要争取早点把新版本做出来。该休息还得休息。子贡赎人的典故你可别忘了，本来是出于好意，最后变成了道德绑架，得不偿失。知道了，我会让大家注意的。于总，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其实从当初你帮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当成同一个战壕的兄弟了，真的，是兄弟说什么谢谢。不过话说回来，我把你叫过来是因为看在你这些年苦心钻研市场的份上，如果你要是拿不出成绩的话，你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好，果然不是当年的于鹏月了啊。你放心，我也不是当年的丁威了。我等着。我先回去一趟，公司帮我盯着点儿。哎，于总，什么意思？你要干嘛？我今天累了，不想跟你吵。你自己看。你让他们给骗了，我被他们给骗了。我看我是被你给骗了，一边利用租赁板块这中介费，另一边拿着我的想法勾结不良商家挣黑心钱。你好意思吗，李腾飞？你这么做跟陈福生、叶志秀有什么两样？哎，你们俩这怎么了呀？刚消停几天，怎么又吵起来了？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胡编乱造的新闻，回来就开始冲我发疯。腾飞，你下令北漂生活租赁板块全面收取服务费，还向中介公司开放收取端口费，还诚信企业认定，你这跟收钱平常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能这么干呀？我都说了，他那是胡编乱造安我头上的，你们不信就算了，算了。真不是你干的？我在公司已经会被完全架空了，就挂着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之前跟我那些人走的走，散的散，还剩下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捧那个叶知秋的臭脚。这两个月我就没参与过一次公司的决策，屎盆子倒是都扣头上了。那你为什么还在那儿干？算了，说了你也不懂。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老大，是我不相信你，还是你不相信我？哎，好了好了，既然这事是个误会，就这样过去吧。彭云，你也是的，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啊？跟个孩子似的。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回去了。哎，
现在这个处境啊，真是挺难的。还记得当初 FB 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宣布的三件事吗？嗯。来了。哎，妈，你坐起来了吗？医生说你刚做完手术，得多躺着啊。我好很多了，你怎么又来了呀？你不是让你的兄弟过来陪我吗？我的兄弟。阿姨，水果洗好了。阿姨，水果洗好了。既然腾飞过来了，就让他陪你。阿姨，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就走了啊？再待一会儿吗？不待了，公司还有事儿呢。明天我再来看您。辛苦你啊。没事。老大，我先走了，你好好陪陪阿姨。哎。再见，阿姨。再见啊。再见，阿姨。再见。哎，快去送送彭越。像追随的影子，在夕阳的余晖，落雨打，风吹。哭着笑着，青春已渐退。你怎么知道我妈病了？真想知道怎么都能打听出来。倒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自己一个人扛这么个摊子，好玩是怎么着？咱俩还没好到那种可以互问对方家世的程度吧？李腾飞，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不管之前怎么样，但至少我现在还拿你当兄弟，你给我来这套。好吧，算我口不择言。我的意思是，目前我还应付得了。昨天晚上老邢约我吃饭，我去了。你都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明明把你当避雷针一样顶在头上，什么雷都往你头上劈，你就不想换个地方，就那么愿意想受罪？那么愿意被别人当一个小丑一样耍来耍去，堂堂一个总经理啊，就那么愿意跟其他普通员工一样挤在一个格子间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我懂，李腾飞，我告诉你，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面子。当初离开 FB 你是为了面子，被人踩在脚底下不肯走也是为了面子。你不想让你妈觉得你没有钱，在大城市站稳不了脚跟。你不想让朋友觉得说你受朋友的恩惠，你不想让小雨觉得你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美好的未来，你更不想让自己觉得。别说了。为什么不躲？说实话，我早就想让你打我这一拳了。你有病啊？没有啊，我就是觉得自己欠揍。又做什么亏心事了？我怕我说了你生气。打都打了，还生什么气？说实话，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我脱不了关系。还记得周岩卖股份那回吗？那个时候我为了胜你，背地里给你加套，目的就是让陈无声和叶知秋对你产生怀疑。怀疑我什么？怀疑咱们俩的对抗都是假的，都是提前设计好。后来
我在各种渠道散播消息，说咱们俩互掐只不过是演戏而已，其实关系好着呢。就连北漂房客网和深红网之间的对抗也都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把北漂房客网当成最有威胁的对手，然后收购他，到时候公司一卖，咱们俩躺分，就这么简单。留言放出去之后，我一直等消息，可就是没有任何音讯。我一度觉得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可后来才知道，是陈胡生那个老狐狸一直在忍着，一直忍到 FB 被收购。所以说，无论我支持不支持收购周元的股份，他们都会觉得我们俩早有预谋。没错，卖股份只是个引子，只不过是菲菲撺掇周岩卖的。后来我私下调查了，菲菲就是受叶知秋的指示。我将计就计。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挺好的，这说明他们俩早就不放心你了，还有很多事儿瞒着你。也只有这样，我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不过最后我的计划确实成功了，只不过成功的不是时候，有点损人不利己。就这些？就这些还少吗？其实现在说起来，这些也没什么。我之前类似的事儿也做过。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去你们公司说要收购的事儿？当天晚上我约小雨和子珊他们一起吃饭，还让杨子带子珊在外面多转了一会儿，让老黄约老邢出来就坐在我们旁边。之后的事儿你也都知道。怎么不想说点什么吗？还说什么呀，都斗到这个份上了，谁也受不了手，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陷下去。要不是周岩一直在我旁边提醒我，我真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的没错，我虽然赢了别人，但却输了自己。我们都输了，都输给了自己。行了吧，好歹你也赢过一回，是你收购了我的公司，不是我收购了你的公司。我那也叫赢啊？你好歹是拿着钱跑了，我才是最大的输家。本来以为打败了北漂房客网，我就可以去实现我们当年的梦想，但最后才发现，我其实比你还幼稚。资本是一件没有任何温情的东西，剥开那层虚假的面纱背后，就是赤裸裸的尖牙和利爪。没有竞争对手的北漂生活网，就像是一头原形毕露的巨兽，现实利益会打碎所有美好的幻想。所以说，就算是你不下那个套，我现在依然会是这个下场。这么说，咱们俩都是自以为是的蠢人了。是，都太蠢了。只可惜啊，我们知道的太晚了。要我说，知道的还不晚。这是什么？还记得当初你进公司，我宣布的三件事吗？这第三项福利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员工的父母也额外上一份商业医疗保险。
虽然这两年你跟杨子不在公司，但是给你们父母买的保险，我一直也没断过。我已经让小雨去保险公司那边确认过了，阿姨这次的手术费用都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一些悲伤玩笑的琐碎。难道你一直都在给我们交保险？在夕阳的余晖，熬过雨打风吹。为什么，于鹏月？哭着笑着青春已经。为什么你依然可以这样对我？做得对的经过就可贵。虽然我不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走，但是我相信你还会回来。我坚信你还会认我这个兄弟。曾一起做的梦还在那片天空，还是那么自信。不是我自信，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忘记242这帮兄弟们。我之前还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老大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好吗？我也做了很多的蠢事，其实我挺自责的。都过去了，只要你还拿我当兄弟，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一定会把我们失去的重新夺回来。青春漫过的沙丘都变成了绿洲，在长倾盆的雨后。亚森，走啊。哎 Queen， 周岩哥哥，你也太不浪漫了，这你就跟他和好了？对啊，哎，这就够不错的了。我还以为他们俩还得过几年才能想明白呢。可不是嘛，这两个人啊，一个不敢进门，一个不敢开门，跟这门能耗好一个月，你说真行。我知道是我笨，你们就别再笑话我了嘛。笨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笨的。那也不像有些人，机灵着呢，心儿多着呢，还不是找不到女朋友。哎，我听这话茬好像说我呢是吗？不是，周岩，你骂谁呢？啊，杨子，你打你们，你打我，你还，别闹，别闹。谁说我找不着女朋友了？谁说的？海珍，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关系。人和沙袋的关系。不是，哎，我这还给你买冰激凌了呢，你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所以我这两天都没揍你啊。不是，真没气。哇，这么热闹啊！朋友哥哥，这么热闹。哎，子珊回来了，你知道吗？这小子那天回来吵得我一晚上睡不着觉，杵在床上在那傻乐。你乐啥呢？别说，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儿回来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有事儿啊。就你小子精，确实有事儿。什么事儿？晚上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再揭晓。这么神秘呀？开饭喽！还是原来的。哎，什么意思啊？打我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啊。杨子，你洗手了吗？还是熟悉的台词。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真的，难得大家都聚在一起，咱们一起喝一杯。第一呢，是祝贺周岩和子珊能够重归于好，还可以像以前那样开开心心的。谢大宇。这第二呢，
老大，还是你说吧。好，这第二杯，庆祝我脱离苦海，重获新生。老大，你要当和尚去？才当和尚呢？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辞职。太好了，老大，这次是真想明白了。老大早就想明白了，只不过是被迫留在那里。现在好了，老大的烦心事也解决了，咱们大家又可以齐心协力，继续完成我们的梦想。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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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你刚才说，兄弟几个齐心协力，共同实现我们的梦想。对呀，大鱼，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我打算重建北漂防空网。啊？彭越哥哥，我没听错吧？你想重建北漂防空网？是啊，怎么啦？这可太好了！大鱼，你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热吧？放心，他很清醒，因为这个想法是我提的。真不知道这哥俩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嗯，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自从 FB 公司被收购以后，北漂生活网几乎垄断了这块细分市场的全部份额。陈沪生和叶知秋利用两家网站的客户资源，都用各种手段疯狂的敛财，而我们之前为北漂服务的梦想，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如果按以前的话，他们根本做不到。你的意思是想要重新引入竞争？没错，北漂房客网和北漂生活网的竞争，是我们实现初衷，为那些生活、奋斗、想要扎根在这里的北漂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最根本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竞争者必须存在。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竞争啊？我们以前不也什么都没有吗？还不干出成绩了吗？咱们现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以前好，怎么不能跟他们竞争？大鱼，我支持你。你不是支持我，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我现在在 VO 公司还有事情，不可能具体管理这些。我想把公司未来具体运营方面的事情交给老大来处理。你们还愿意帮我吗？鸟随鸾凤，我支持你。还有我，只要能跟你们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我也是，但是我就只能节假日、暑期过来帮你们忙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王大律师，不知道你愿意吗？我还没考虑好呢，等我再想想吧。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我等你。那好，就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庆祝我们再一次聚到一起，一起为梦想拼搏。干杯！干杯！干杯！你说什么？李腾飞辞职了？是，他今天一来公司就递给我一份辞职报告，然后什么话没说，拍屁股就走人了。陈老，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李腾飞和于鹏越绝对是事先商量好。什么他妈妈生病全是借口，肯定是一看在公司再待下去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再随便找个理由离开的。按理说他不应该拿这个当借口啊。嗨，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拿家里人生病当借口不算什么，我还见过在离职前谎称自己爹死了的，骗公司的丧葬补贴和同事礼金的呢。还是不对啊，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知秋，李腾飞的动向以后你要多留意一些。
明白。创享金 APP 免费租房最给力，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 APP。听说了吗？最近新出了一款创享记 APP， 听说是原来北漂房客网那帮人搞出来的，说是看不惯北漂生活网的做法，索性再次出山为北漂谋福利。哎哥，这咋又出了个创享记呢？你管它叫啥，对它有用没有？有，上北漂生活网干好多事都得花钱，但是这个上面不用花钱。那你们可别像那北漂生活网似的啊！啊，开头说的好好的，后来又反悔了，那良心都让狗吃了。哎呦，大妈大妈，等会儿您放心，咱们这个跟最早的北漂房客网是一样的。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吗？北漂生活网能干？当然不能，论坛上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发展这么快，是因为非法使用了之前的用户资料，要告他们。有的说这些人毫无市场道德，故意出风头扰乱市场，还有的大爆特爆他们创始人之间的三角恋情，反正说什么都有。我看啊，准是北漂生活网找水军干的，要说市场道德他们才没有呢。就是就是，反正我是谁家免费支持谁。之前免费的时候你不用，收费了你火急火燎给人家送钱，你瞅瞅你傻了吧唧的。那现在又有免费的了，那你说你之前花那钱何苦啊？那我要不知道他又出新东西，多看多想。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安全第一。你们的网址是什么？哎，现在啊都是这个 APP 了，你看这单页上的二维码，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下载了，现在注册还可以参加抽奖呢。所以我方的观点就是，创享记 APP 的出现必将掀起这一领域的新一轮变化，而这也必将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正方同学的观点只是建立在宏观的所谓大势上，众所周知，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关键。创享记 APP 与其前身北漂房客网一样，具有着天生的弱点。在这个大数据、大资本和跨界竞争的年代，如果只依靠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和一腔勇往直前的热血，是不可能收获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一样也不占，怎么可能和一个几乎统一市场的北漂生活网竞争呢？我不同意反方辩手刚才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它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拥有自己的梦想和一腔勇往直前的热血，它更加重要。像不像几年前的我们？不否认梦想和热血，但一个成熟的市场，看来不只是我们想法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关注的是成本、效率。你应该说，居然还有人支持我。嗯，有道理，不愧是我大。我想反方同学犯了一个错误，我就应该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创想界 APP 是否可以成功，而是在讨论。哇，谢谢鱼儿哥的鸡腿，嗯，啊，谢谢纯熙姐姐的小红包，爱你们哟。啊，对了。之前你们说想听我唱歌，你们现在还想吗？想啊。好，那你们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就等我十分钟，十分钟之后不见不散，一会儿见哦，拜拜。出什么大事儿啊？又没钱了呗？不是钱的事儿，这次是你弟弟他、啊、他又怎么了？你弟弟他赌球欠了高利贷，现在人家上门要钱，如果不给钱的话，如果不给钱的话怎么办？就要割走他的肾啊！哎呀，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呀？你可得帮帮你弟弟，你这。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丫头，良心？不是，我还真没有良心。善恶终有报，天道有轮回。
说吧，这次你们要多少？这次人家开口就要20万，你说妈也知道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所以吧，我想了想，这钱还是不管你要了，你替你弟弟把一个肾给他们。你说咱们老程家一脉单传，这男人要是少了一个肾，你弟弟他不就20万吗？我出。好，但除完这个钱，我告诉你，我从此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个消息，想跟你换点钱花花。什么消息？想换多少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腾飞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能值20万吧。就算他是我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家，您说会怎么样？菲菲啊，我欣赏你的勇气，更欣赏你对信息的敏感，对事物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追求。不过今天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夫人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儿子，所以你的这个消息一文不值。没错，我陈虎生是有钱，可是我的钱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赚的。我想吃甜筒。前面，等我。我听知秋说，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这本书里有一个叫阎婆惜的女人，她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吧？送客吧。你说了。好，这事儿我知道了。
嗯，陈总，回头联系。陈总，什么事儿这么慌张？我知道李腾飞的动向了。他在干什么？我之前的判断没错，他真的和于鹏月勾搭在一起。一辞职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搞了一个新的 APP， 叫做创想记。消息可靠吗？不，您还信不过吗？这个李腾飞太让我失望了。就是，您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可他偏偏还要自己跳出来找死。还有那个于鹏月，真把我们当傻瓜了，以为我们还会再上一次当。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嗯，您放心，现在的资源都在我们手里，他们两个蹦跶不起来。等我把这边捋顺了，弄垮他们是分分钟的事儿。还是不能大意，这两个人能量都很大，尤其是那个于鹏月，不知道他又玩出什么花样来。最近网站的收益怎么样啊？嗯，一切正常。只是什么？